x3=17.7，咁又係啦，有四條線都係咁做嘅啫。咁第一條線咧就係 x 減4y 啦，加12等於零啦。咁第二咧就係去變翻主項啦，x 加12啦，y 等於 x 加12除4啦。第三 mark 翻咧個 table 出嚟，咁個 x 如果係負4咧，咁個12減48啦，8除4就變咗2。咁然後咧再即係零啊咁樣去做啦，但係我哋唔整咁多 point 啦。我一跳咧就係負4啦、零啦、四啦、八啦，我去到八啦。咁八嘅話咧就變咗八加十二就係二十，二十除四係五嚟嘅。咁可能五未必咁好，因為你見佢雙數嚟嘅。咁可能褪翻格啦，就四啦。如果係四加十二咧，就係十六除翻四就係四。咁即係負四二啦，四四啦。咁然後就實先。咁然後咧，呢一個就係 x 啦，減 4y 加12等於零。好啦，第二啦，咁就 3x 啦，加 y 啦，加10等於零啦。咁你就有 y 等於負 3x 減10。咁你然後咧畫翻表咧 ，xy 咧，如果擺係負4嘅話咧，就負4乘負3啦，就12啦，12減10就係2，負4二啱同一點嘅。咁再睇翻咧，如果我係負2咧，咁就係負6，即係負3乘負2正6啦，正6減10就係負4。咁所以咧就係負4二啦，同埋負二負四嘅喺度，咁你 mark 翻咯。就係咁啦，咁呢度 mark 翻先啦。呢個係 3x 啦，加 y 啦，加10等於零啦。咁所以咧嚇，我哋做下啲 point testing 啦。呢個咧就係零啦，零減零加十二等於零，啱嘅。咁所以咧向零零嗰邊係正確。咁呢度咧零加零加十大約等於零都係啱嘅。咁所以向零零嗰邊係正確嘅。咁誒跟住就第三條線啦，四 x 啦加 y 啦減二十等於零啦，咁你就有 y 等於咧二十減四 x， 咁你 xy 咧，如果 x 係負數咧，就太大啦，咁所以 x 要正數嘅 ，x 要正數咧，就例如佢係四嘅話啦，因為二都唔得，二十減八都已經係十二啦，出唔到，咁二十減四乘四咧就十。十六，二十減十六就出翻四嚟嘅。咁然後就如果擺六落去咧，二十減六四廿四啦，就變咗負四。咁呢個四四啦，然後就六負四啦。咁所以呢一條線就咁嘅。咁呢一個咧就四 x 啦，加 y 減二十等於零。好啦 ，y 大過等於負四咧，咁又我哋再做咯喎。咁呢個好清楚地咧，就係呢一條線嚟嘅。拉線啦。咁呢個係 y 等於負四。好啦，大過等於咧就向上嘅。OK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呢個你都 check 翻啦。如果零加零減二十細等於零咧，即係都係向翻呢個方向。咁所以呢個範圍就係呢一個啦。A part 咁多。好啦 ，B part 咧就係佢有個 objective function 嘅，其實即係 B part 啦嚇。佢雖然冇講，咁你一開始 consider 翻啦，就係呢個負五 x 加六 y 等於零。
咁你當佢負 5x 啦，加六 y 等於零咧，咁你個 y 咧就等於翻5x 除翻六，咁當然啦，會有零零嘅 xy。咁咧第二個 point 咧擺個六落去咧，就出咗五嘅，擺六落出五，咁誒啲點數都唔係太緊要嘅，咁我用翻紅色啦，呢、這個零零。好啦，擺個六落去會出五，大概呢個位啦。咁你 mark 翻咧，嗰個八間尺咧，就係、咁咯。推線咯喎，咁啊推。推到去最盡頭嘅，另外一個位喺度啦。呢個咧就係負 5x 啦，加6y 等於零。好啦，咁就 add 啦，有兩個 point 啦。咁第一個 point 咧就係六負四啦，咁你計翻個 p 就等於負五啦，乘六加六乘負四，變咗咧就係-30啦，-24，-54。然後咧就係 at 呢個負四二咧，p 就等於負五乘以負四，再加六乘二，咁變咗咧就係20啦，再加12。就變咗做32，咁所以個 maximum 咧就變咗32，個 minimum 咧就係負54啦。